今天笔者来到居昌乡校，位于青山南道居昌郡居昌邑甲子里。1983年8月6日被指定为青山南道有形文化遗产第230号。居昌乡校史为供奉主教圣贤、培养地区社会人才、鼓励美风良俗为目的而设立的传统时代地方教育机构。居昌乡校于1415年、太宗15年建成大成殿后，于1574年、宣祖7年建成明龙堂，具备官学功能，但此后多次重修，目前的模样大概是18世纪后形成的。乡校分为教育和祭灵两个领域，儒生研习学问的明龙堂和日常生活的东西斋承担教育功能，供奉孔子和著名儒学牌位的大成殿及东西屋承担祭礼功能。居昌乡校选址在山坡上，罕见的是明龙堂和大成殿几乎并排布局，呈现在左学右庙的形态。这种布局因供奉孔子的大成殿层次和权威感较差，而没有被广泛使用。从明龙堂后面空间很大来看，虽然不知道什么缘由，但似乎是把大成殿从此处迁移过，同时因没有东西屋，更使大成殿显得空荡荡。大成殿建立在高大的石柱上，具有威严和堂堂的外观，正面五间、侧面两间的明龙堂室，儒生们同时因没有东西屋，更使大成殿显得空荡荡。大成殿建立在高大的石柱上，具有威严和堂堂的外观，正面五间、侧面两间的明龙堂室，儒生们聚在一起学习的教育空间。明龙堂前正面入口的春风楼被用作儒下搭了长长的基石，显得更加壮阔。旁边的外三门是近来新建的，原是利用春风楼下的空间进出的。